他这是工作人员去了。哎，我们到车上，小白都慢慢试试上。对于今天游客太多了，就他其实他是工作人员的指挥一种限制，本来是不能站任何的岗位，他非要往里面去。超不合适，超了就是30倍。那里上百人呢，当时学生。就超负荷。当时那边一个钱。后面那个旧的那个。哎，旧的马上。那旧的就是一张工作人员跑过来，那跑过来，那边就跑过来。旧的都是我们工作人员丢进。跑过来的都是工作人员的。还掉到水里去，去救了。还是比较及时的，那个救生圈那些东西。嗯，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还一下。捞金就是，哎对，摘几件的梯掉下去，把捞金，那个雷老五啊，不是相拥把他摆到雷老五啊，我估计要踩死了，已经推到桥下面，桥上，该人的我便踩，该相拥赶快干的不对了，因为我在大厅上，他就把油给一下拦了，不然那我们那个雷经理呢，当时就出好大的事。罗金是在那个九江个人打在地下，我这里还有一个王阿姨啊，她是九江人，跟我素不相识的。她说今天啊，真亏你工作人员啊，那么努力啊。她说不然我这个钱我不下去了。王阿姨，我跟她联系在上面，等等等。差不多可以了，好。我家一直待就是。有孩子，你家就这么半天，你要把那个钱找到，你们不要再让我这个弟弟了。你爸爸家的弟弟都有病的。好，我们人到齐了没有？